欢迎大家来到魏武之乡啊，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啊。我们今天请到的老师是顾秀林老师。顾老师呢，他是1981年呢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啊，学习农业经济学。那么85年呢，获得农业经济学的硕士学位。那么后来呢，他又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那么1995年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学博士学位。那么后来呢，顾老师的任职经历非常丰富，他又先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任教于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那么2007年以后呢，任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的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发展全球化和经济人类学。那么顾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题目呢，叫中流感甲流大骗局。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实际上这个现在主流媒体上都叫这个甲流啊。我们每天打开新闻看到的第一条新闻就是报的这个，就是多少人患病，死亡多少，未来大爆发什么时候等等等等啊。那么现在看起来呢，除了这个一般主流媒体给我们带来的印象，那么顾老师的分析呢，他幕后呢还存在着一个骗局。那么顾老师呢，今天就要为我们揭开这样一个骗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从这个讲座当中受益匪浅。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顾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我非常感谢今天周末有这么多人来听这个讲座。题目其实很简单，已经把这个故事说了一半了。然后呢，就是我要说一下我这个主要的材料来源，还有我自己做的判断。都和这个恩达尔的这个工作有关。他为了这个猪流感的事情，曾经连续写过3个博客，他的英文博客是我帮他翻成中文的，所以我从中学习了很多东西。最近恩达尔又到北京来访问我，我知道他也到过魏武之乡，15号离开北京回家了。这个他以后还会再来。这个我个人对于恩达尔个人的这个勇气和他的工作，他的勤奋，是感受太深了，因为我还翻译他的一本书。今天呢，我就先把这个故事串起来讲一遍。这个看过他的博客的人，或者看过魏武之乡放的这个中流感序曲的人，其实已经大概知道了。我只是想把它串一串。这个我要讲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最近在我自己个人的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看问题的时候，通常也需要有一个框架。就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吧？我们得怎么样来下下基本判断？这个我在这儿买过一本书，就是《世界体系》，沃勒斯坦的那个第二。我今天想看看第一有没有。这个世界体系呢，我们如果脑子里面有一个概念，就会有很多东西的打架。这是一个帝国扩张的世界体系呢，还是一个这个和平的、合作的、和谐的、永远不强打仗的世界？是一个自由市场扩张的、理想的、实在这些偶然的、错误的世界呢，还是那股暗流汹涌？可是表面上呢，这个说得很好听，这样一个世界。那么，全球性的事件，每一个事件中都带有地缘政治的意义。我们懂不懂地缘政治？懂不懂？从3万年以来，这个世界体系变化的这个过程，它的主线索。如果看不清这条主线索，我们在每天看新闻的时候，在理解这个各种事件的时候，常常会在心里打架。假如你是有逻辑的人的话，你觉得这个逻辑会有很多问题在里边藏着。所以今天我讲的就是这个，甲流或者说猪流感，它已经导致了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发布最高级流行病警报。这个整个的事件是荒唐的、离奇的，对吧？我们现在是在6级警报之下，我们有这感觉吗？发布这么高的警报，把它保持了3个月，有必要吗？那么再往下讲，就是我的判断，猪流感绝不仅是流行病问题，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上面一个判断就是，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每一个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地缘政治背景。我个人有一个感受，就是最近这半年或者一年以来，自从我脑子里头设置了一个全球的世界体系和地缘政治的这个视角以后，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不糊涂，不会被他迷惑，不会被他领着走，我会判断有的新闻是真的，有的新闻是假的，有的说法是对，有的说法是骗人的，有的可能是技术性错误，有的是蓄谋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绝对不受骗。恩达的三篇博客都可以在他的中文网上找到。然后呢，就再推销一下这个两本书。现在我相信这都有。这个恩达也做过签售，好像是在南京做过签售，在北京怎么做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呢，我参加了这个金融海啸的翻译。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个人状态跟这一生中任何时候都不太一样，完全被他吸引了。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我们不了解这一段历史，这200年或300年是我们知道的太少了。然后呢，在这个我们自己有生之年，好像习惯于割裂历史，把200年的历史切成这个150年，然后把这个150年切成60年，60年还要切成30年，这样都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也无助于我们增长知识。然后呢，我再说一下，就我发现这个书虽然卖的还不算不好，可是能理解、对看懂的书的人读者，看读者反馈，不多，可以说非常少。我也发现这书读起来不容易，这个需要你用相当的时间、相当的精力去思考它。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会有兴趣把这刚出的两本和以前出的两本都有兴趣读一读，我们一定会收益很大。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近这些年出的病，我用了4个字：怪病，死怪病连连。这个病真是怪的，难以述说。我个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农民，我喂过猪，一天不断喂了4年。这个我们在黑龙江，这个猪也会得感冒。猪在冬春之交的时候非常容易感冒。这个猪在我们身边，又咳嗽，有打喷嚏，也有发烧的，对吧？可是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跟猪有过共染的这种感冒的病。人畜共染的疾病，在医书上记载的有几个经典的病，有几个很少。其实这个人和牲畜共染疾病，一直都是很少的。像感冒这种常见病，凡是有灵性的动物都有可能得感冒。可是人和牲畜之间的感冒共染，仅仅是这几年的事儿。首先是85年的这个英国的疯牛病，疯牛病的怪处在于它至今是一种奇怪的传染病，它传染，可是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找不到传染源，到今天也没找到，可是传染，是明白无误的传染。第二个是1997年在香港，是禽流感首次传染，这个在大规模饲养的情况下，这个所有动物呼吸系统都很弱，因为它是被封闭的，空气很坏，这个动物是靠着药物活着的，这个有了病毒药来治它，而并不让它到外面去吸呼吸新鲜空气或晒太阳，因为这样太昂贵。香港的这个禽流感传染到人，它也是第一次，是这次引起人这个病人患者死亡。然后就是2009年4月6号，猪流感首次被确认，然后很快就被世界卫生组织给改成了甲流。他不想让猪和这件事有直接的关联，实际上猪有直接关联。然后仅仅过了20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布了5级流行病警报，5级已经很厉害了，就是仅次于最高级。这个在战后好像还从来没有发布过这个情况。又过了不多时间，又过了2个月不到，1个半月，这个 WHO 发布了6级最高警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流行的状况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可是警报一级接着一级提上去。然后又过了3个半月， WHO 自己明确的承认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问题。他们本来提到6级警报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理论是这个病毒可能会出现突变，变得难以控制，
会造成像1918年那样的大流行，所以要提高警报。可是三个半月过去了，现在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又过去了一个半月，问题还是没有出现。这个看来我们要生活在六级警报下，可能要很久很久。先请大家看一个图片，这为了说明我的思路的变化。有谁能猜出来这是一什么东西？请大家猜。苹果。有人说苹果，不对，还有谁猜什么？是转盘。不对，再猜一次。脑袋吧。还不对，再看一个，比就是比它刚才大一点，就是小一点。刚才是放了很大的转盘，缩小一点。什么东西？还都不对。这回应该好好猜了，什么东西？苹果。还不对。红薯。是植物，没错，既不是枣又不是红薯。再猜，再猜一次。蘑菇。还不对。豆豆。一粒豆子。我在昆明认识了一个老知青，在他农场上买了一些豆，回来煮，刚一放到水里，觉得这个豆就飘起来了，因为它被虫子咬过，整整齐齐的咬了五个洞，这边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它特别好看，拿起来就拿相机左拍右拍，就想把它拍出来。好，这个只为了自己高兴。这个拍完以后，我想可以用它。如果我们先看了这粒豆子，再看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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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悬念，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可是如果你只看见了一个细小的局部，而不懂得这个整体，你就会被迷惑的很厉害，你会猜到。任何一个地方也猜不到它到底是什么，对吧？这非常简单，这个真理非常非常简单，事情也非常非常简单，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没有整体的判断，对吧？你看到一个局部，你看得再清楚，都不一定让你增加知识。好了，我们还回到这个世界体系，我们重复一下刚才那句话，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有地缘政治背景。我讲一个我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我在今年的五月中旬的时候，被人拉着给恩达尔的那本《石油战争》写一个书评，而且特写，我今天这把这故事都讲了。那个我在写最后一段的时候，看到新闻，2009年5月9号，俄国为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4周年，办了一个阅兵式。把他们家最好的武器那模型都拿出来给人看，你们记得这件事吗？可能你没注意，这是向美国的一个示威，因为北欧都破坏，莫斯科搞得太难受了，这个核武器，这个什么战略导弹就摆在门口了，对吧？俄国人想给美国人看一看，就是你要跟我玩真的，你有家里没东西啊。好，在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就5月10号的凌晨，莫斯科西南这个天然气输气管枢纽站发生一场大火，有人注意到这个新闻了吗？没有一个人伤亡，可是大火烧了很长很长时间，就是措手不及，把两个临近的枢纽站都关掉，仅仅是把管道里残余的气烧光，就花了4个小时。我认为这是美国的回应，你以为我们没有办法治理，对吧？我这么看，我没有实时根据，这是我的逻辑判断。结果《人民日报》能源版在用我这篇这个书评的时候，把这段一字没改全放上去了，把别的地方删掉了很多，也有写成。好了，再往下说地缘政治，我们中国的这个包括我这一代，甚至更老的一代人，对地缘政治问题是保持很大的距离的，因为我们从小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被告知，就是这个阶级斗争和这个利益冲突。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地缘的问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可是呢，我们实际上在现在这些年是越来越多的看到地缘政治的这个线索，在不时的表现在我们面前。地缘政治说简单就是一个帝国统治和依附，它是从英帝国走向鼎盛时期，被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只有学士学位的一个年轻人明确地表达出来的，这种叫哈金德。我好像是在这儿买的，我这个他的那本书，书名叫做《历史的地理书目》，这就是昆明没有给他没法展示，一共只有70几页，这么厚，一般的是不能成书的，只有2篇他的论文和一篇长长的介绍。
是历史学是地理学的经典，被奉为永远不能被超过的经典。他说的就是英帝国作为一个帝国怎么统治世界，在利用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原则来统治，有统治就有依附。那么帕金德的主要的这个理论就是后来英帝国的原则永远只去联合那个比较弱的对手去打击强的对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理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件是偶然发生的，如果是个世界性的事件，它一定有背后的故事。而且我还想再强调一点，这是我最近的心得，这一个世界是一个善恶并存的世界，是一个正恶并存的世界。我们就像一个带病生存的病人一样，我们不可能把世界上的这个不合理的东西都扔掉或者都切掉，不可能，永远只能在一个这个制衡的状态中生存和求发展。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从我这个简单的故事里得到这样的一个启发，就是说看任何一个巨大大型政治事件的时候，要看它的背后谁在背后，然后呢尤其要看谁的利益是受损害的，然后再看看处理的手法，在里边可能埋藏了很多的故事，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记录，上一次谁在背后操纵，尤其在这个禽流感猪流感过程中特别是这样。然后呢，我个人在最近这几个月中，在这个跟不同的人讨论我的最近的心得的时候，常常感到很挫折，因为我的观点被人认为是很奇怪的，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都这岁数了，你怎么又变得这么极端了呢？怎么变得这么快这么厉害呢？我很遗憾的，我很遗憾的想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从学术界到政界普遍存在的毛病，是不听不同意见。当你没有地方去听不同意见的时候，你可能不习惯听不同意见。可是现在不同意见是存在的，我们听或者听不懂。当我翻译那本书的时候，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我心情变化特别厉害。我问我自己，他讲的这些故事，对吧？我不知道。可是呢，在我有可能的时候，我都去查了他的所以，尤其是网上的所以，没有一个不存在的，没有一个是误用的，也没有一个是曲解的，对吧？他的判断也跟我过去的判断不一样。那么，我过去的看法是不是错的？我是不是应该这样想？如果我驳不倒他的逻辑，我是不是应该至少考虑接受他的一部分逻辑？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术界，基本上都不是这样做，就看到一个不同观点说。他是阴谋论，他是极端派，我不是，对吧？就是对于自己的思考错误，没有办法这个进行任何调整。能看得见不同的视角和范式吗？常常不是。我们认真思考过不同的观点吗？常常不思考。我们会修正错误吗？不会。所以我就综合了几句话，这个在我最近的演讲中每次都说，有的时候历史和事实。以最好的理论很好，有的时候只有拒绝主流才能找到方向，现在尤其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只有批判主流才能看到真相，现在更是这样。那我们这个猪流感的故事稍微讲一下，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最早被确认是4月6号，其实比较早就发生了。学术界或者说政界或者正统的这个传媒愿意把这一天当做这个猪流感发生的时间也可以，地点是墨西哥，第一个病例或者第一组病例第一群病人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墨西哥的一个市，它有一个村叫La Gloria， 这么一个村子，疾病很简单，就是呼吸道疾病。这个地方官员已经发生疫病警报了，从2月份就开始发布了，但报纸可能远离他们。具体情况非常简单，那个地方大概在7、8年以前搬来了一个企业，是一个巨型的合资养猪场，每年出栏的猪达到100万头，100万，我不能想象100万头猪在我面前是一个什么情景，我没法想象。我们养猪的时候，我们已经猪200头就已经是忙过来了。我们会把猪放到收割过的田地里去捡地上掉的麦穗和豆子吃，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约饲料。这个村周围是一个很悲惨的状况，村民抗议了很久，没人理他们。这是媒体上的一个照片，一个小男孩拿着一个
这个抗议的是一张大纸，画了一只猪，打个大叉子，意思就是该死的猪，你不要拍。这小男孩不是被确诊的那男孩，他的名字跟那个男孩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媒体是怎么描述呢？说是很怪的一种呼吸道病，这个儿童可以变成支气管肺炎。当地居民是表反应是症状是发热、聚咳、多痰，这是感冒症状，很普通，每个人感冒都会发热，都会聚咳，都会有多痰。然后这一小村子3000人，一个礼拜400人，平均一个礼拜400人呼吸道传染病，发烧发病。然后呢，有60%甚至更多的人口曾经得了这个病，可是他不去报道发病的时间过程，为什么？这应该报道，因为他想掩盖它。不想表达这个主流媒体或者医疗机构是失职的。早在数年之前，大概这个猪流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当地的官员2月份就开始求助，没人理，一直到4月份才把它定为猪流感。墨西哥是在赤道南边，所以它的这个冬季跟我们是正相反的。结果他们在我们的春季发病，这个时间上就不对了，就出问题了，这才会引起。好了，我再看看养猪场。这个养猪场的照片，很多人看了也觉得很恐怖。这就是墨西哥的养猪场的这个具体情况。这个猪啊，连躺下的地儿都没有。你看，它就在这样的地方生长的。然后呢，猪饲料里头据说没有考证，不光是加了生长激素，还加了兴奋剂。这个猪不停的吃，不停的长。灯也是开着，不让它睡觉。我们过去觉得猪睡觉长肉，但现在谁知道？我不知道，这事儿就变了。这猪就是这么养大的。还有更多的说法，猪爸爸没见过猪妈妈，所有的猪都是人工受精。这个母猪的那个给它的地方，它连转身都不可能，只能是头朝东，屁股朝西，从年初到年尾就是这么一个姿势待着，该躺下行，站下行，可是头疼掉下来不行。小猪可以从身边的铁栏中离开，不会被它压死。然后猪正周围关联养猪场都把这个粪土处理，把这水当作一种额外的事情做，所以这个厂才从美国本土搬到了墨西哥。他就把这个猪场，你看这猪都在这块拉，拉到哪去了？脚底是一个镂空的，像这个铁条一样的，拉着就掉下头，下边就是集粪管道。等集粪管道满了的时候，用水一冲一压就冲，可是它在冲之前就沤在这里。所以这个猪场不仅要给猪打足够的疫苗和抗菌素，还要不停地使用消毒剂，不停地撒。我记得我亲眼看到在某一个场合，就是拿着喷雾剂在猪身上喷过去，要不然呢，这猪就长不大，或者活不到它该活的那么长的岁数。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就是100万头猪的排泄物，100万头猪不加处理往外倒。这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生活的。还有就是死猪，这个猪你看都很大了，对吧？他们只是比计划提前了不多几天死掉，长得很大了。我又听到过一个更恐怖的说法，就是这是事实，这是技术性的说法，就是为什么我们吃的鸡只养40几天或者50几天，是吧？你断了天平吗？不行。为什么？你能猜到吗？绝对不行，在技术上绝对不行。你们有谁能猜一下这是为什么？腿骨折了。这可能是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身上打的那些药啊，是有限期对吧？这个药有效期一过去，这个猪或者鸡就会成批的死亡，成批的死，不是一个两个的死。那么他这个饲养场就血本无归了。他必须在这个有效期停止之前，哪怕是一天，把这些东西都送到屠宰场去，否则特别白干。这种技术路线真是很恐怖的。我弄懂了这个技术路线，我作为一个曾经做过农民的人，我觉得这个黑白都颠倒了。好了，第一个小患者，他是第一个被确认的患者，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死过几个孩子了。他描述说，这个孩子在跟一群狗和山羊在街上奔跑玩耍，他是被我们主流的医学界确认的第一个患者，不是。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他自己几周前罹患的猪流感已经让他的国家
几乎幸运，他们这个新闻是4月10号前后，今年4月10号，就是差不多半年以前，他说自己的这个病让他的国家陷入瘫痪，还给全世界发行了警报。还有一个，我现在感觉很好啊，那几天我头疼、嗓子疼、发烧，躺在床上不能玩，是吧？更简单。可是在他之前已经死了好几个孩子，他们曾经争论过要不要把那几个死亡的孩子挖出来再检验，后来没有做。居民都认为疫病是当地的这个农场引起的，这个是一个大公司，咱就不念它了，看它念这个污染了空气和水体，造成了疫情爆发。这个公司可是不认为啊，我没有造成任何问题，说你们都是普通感冒。这句话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在50%左右上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呢，这个他们只承认就是苍蝇可能会携带致病源这个传播，就这么点关系，就这么点关系。好了，媒体讲的最多是1918年流感，那我们听说过，就是恐怖的脱稿。你染上流感才过了没过10小时，坐一趟什么地铁，这头上车还活了，那头到地铁那头都死了，这事儿都出过。是这么恐怖吗？有人去调查过研究1918年的这个事情吗？有吗？有没有研究？我希望我的听众有这种知识。就在几天之前，一周以前，我在一个会上碰到一个在国际世界卫生组织当过几天顾问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半个中国人，半个澳大利亚人，他是中医。他给我一个提示，说1918年那一年是一战这个结尾的那一年，这个死尸很多，掩埋的不好，这个很多这个战场上被调来调去的人没有卫生条件，不能洗，对吧？连手都没有洗的，啊，疾病是这样传播，疾病没有这个条件，对吧？所以我们其实不用恐慌，我每天回家先洗洗手，已经把治病的可能性洗掉了80%。罪魁祸首，我个人啊，还有很多非主流媒体认定，罪魁祸首是这个养猪场。这个厂呢，年出了2008年出了100万头猪，他们这个企业说的95万头，那5万头恐怕就是死了，就是不少于5万头死掉了。这个企业的50%的股份属于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在弗吉尼亚州，它的名字叫 Smithfield 食品公司。这公司年生产60亿磅，就60亿10斤左右，30亿公斤是切割好的，那么毛猪就要加1倍，就是1倍才能干。他说自己是全球第一大，可能真的是这样。他在墨西哥养猪场可能还不是唯一，绝对不是唯一的，而且他说他自己的产品是全天然的。全天然，有张照片，中间有一行字，就是 all natural， 就是全天然，对吧？意思说这个猪是不是我合成的？是我养出来的，至于我是怎么养的，你们不用管。这个都是现在的大厂商，这个忽悠，消费者的最坚实的这个理由。你看，这个猪是中央生出来的，是吧？我们用饲料养大的，然后是用饲料屠宰的，所以它是全天然。其实是一个骗人的说法。这个企业为什么要搬家？它是从美国本土搬出来的，因为它被美国的环境署罚了，是民事罚单中最大的一次，罚2000多万。给他算了上百条或者几百条违反清洁水、违反污物处理法几百条这样的犯规，罚了很多。那你罚我就不干，我就走了，签出去。墨西哥，这个拉丁美洲有的女孩，墨西哥人怎么说？我们离美国太近，我们离天堂太远。我们的不幸就是我们离美国太近，我们离天堂太远。这个在美国。猪就到墨西哥去养，从美国到墨西哥运猪肉很方便，把猪切割好的装在冷藏车里，放到汽车上就运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企业还去罗马尼亚，一听罗马尼亚我心中就很痛苦，因为我读过一些罗马尼亚的事情，他们的改革跟我们的改革时间开始差不多。你们还有谁记得罗马尼亚党的第一书记夫妇两个人是被群众枪毙的？肖塞库夫妇在他们逃出首都以后，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中，被一群军队的士兵抓住，经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审判，就是枪毙了。这国家就进入了改革，可是这改革是失序，无论是失序的改革，他们国家的主权由于失序
而被严重削弱，所以像这种企业到罗马尼亚干的事儿比在墨西哥还要糟糕，他们根本就不理睬任何的指控，就在他身上。而且还有一条，我们要注意到一些事实，美国的确是有比较好的环境保护法，对于执行罚款检查都做得挺不错的，可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除了欧洲以外大部分都没有这种法。我们放纵自己的企业污染，也不得不接纳外资企业的污染。刚才有一句话说他们都不愿意，他们不会去罚美国企业，除非要跟美国干嘛撕破脸贴，要不然的话是不会去美国罚美国的企业，不太可能。我们回顾一下禽流感，刚才我们提到禽流感是1997年开始第一次传染的，然后引起的死亡病例。这个恩达尔认为，禽流感的这个发源和猪流感有相似之处，是大型工厂化养猪、养鸡，造成了这个病原的微生物发生了变异，对吧？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本来人畜之间几乎没有共染疾病，现在都有了，这是确实很可怕。布什政府当政，他们不去追问肉鸡工厂的卫生条件，反而去诅咒在小型的家庭农场上自由漫步的鸡群，他们给小农送去的经济灾难是彻底扑杀，一说有什么就把周围的鸡全杀光，对吧？这样做科学吗？不科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消灭对手，消灭小型饲养者这样的对手。我自己亲有一个朋友，在这个我们这个西北，他们有农村的亲戚养了鸡，对吧？是作为扶贫的这个做法养的，养的挺大的，赶上鸡流感去，全都给杀光。二话不说，我们的官员也很高兴，下乡去给他杀了，一家给了一只鸡给了几块钱，就连饲料和鸡仔的钱都不够，这鸡已经快要可以屠宰了，就都很愿意做这个事，这个也很费解。我以后希望有机会来研究这个问题。现在的鸡，现在我们能吃到的鸡，一般的都是工厂化养猪，养鸡养了要注射更多的这个药物。像我这样的人，因为研究农村的经济，所以在云南的山里头，这个不来不去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一种口福，进了一个农民的朋友家，他当场拎起来一只鸡，把它给杀了，然后呢，等我们说差不多呢，这个鸡也都，大家可能就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幸运。这个，然后我们再看看养鸡的故事啊，鸡禽流感背后的那个关键的那个结果，就是阿肯色州的这个泰森同事养鸡第一号，和泰国的正大公司是亚洲的养鸡第一号，他们是一路窃笑的往银行去，偷着笑，因为他们的中小型农场就是对手，几乎被扫光，因为他们有资格说这个禽流感是小型农场什么野生禽类飞来飞去养殖的，只有他们把鸡放在工厂里头捂着，对吧？盖着，打够了药，那才能够得病。这是不是颠倒了黑白呢？我们昨天看到的是什么？一场非常残酷的、没有硝烟的商战。然后再看看猪流感，禽流感还没完。有一个药叫达菲，现在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达菲了。达菲本来是治疗禽流感的药物，对吧？那么到了2005年，这禽流感发生6年之后，五角大楼下令给所有的美国军人，不论住房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一律注射禽流感疫苗。然后呢，国防部长拉斯菲尔德宣布，他将划出国防部的钱10亿美元预算，来购买和储存药品和疫苗，其中有一种药品叫商品名就是达菲，它的英文名是他米福。然后，布什总统再打电话给国会，要求再拨20亿美元去买疫苗。我们说这个拉米是这个恩达尔说的这个用的这些说法啊，拉米就是拉姆斯菲尔德。可是，拉姆斯菲尔德忘记了报告一件事儿。在2001年1月，在他任职华盛顿的国防部长之前，他曾经是位于加州的一个制药公司——加拉德科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而这个公司恰好拥有禽流感疫苗的全球独占专利权。他自己不卖药，他觉得这个太过分了，自己有专利在卖，他就把这卖药的权利出售给了瑞士的药业局罗基。
他自己本人去当了国防部长，仍然是吉拉德科技公司最大的股东，最大的股东。这个卖药的收益权10%给他。好了，这事被披露以后，吉拉德发布了一份减税的声明，声称拉斯菲勒绝不会出他的股票，因为要卖股票就好像反而是心虚了，是吧？这个让他很尴尬的决定，却让他增收了好几百万美元，因为吉拉德科学公司的股票在几周之内上涨了7倍。这个生意怎么办？然后再说猪流感，我们现在猪流感怎么用禽流感的药呢？这个有点怪，大家怎么去问你们？这个拉你这个拉菲到底是干嘛用的？大家都在这吃拉菲，一说。据说我们又去考证，咱们这个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卫生部都指定治疗猪流感的这个主打药物是拉菲，是吧？应该是这个，好像这里没有什么疑问性的。问题一出来，把猪流感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害怕，然后治感冒的药都涨钱，拉菲尤其涨钱。然后呢，这个大量收购，华尔街这个企业都是大量收购，现在在囤药，囤好药，将来可以卖个价钱。拉菲是指全球的这个只有猪流感之外，我现在就觉得特别的，我都不想不明白，禽流感跟猪流感咱不说不一样吗？对不对？怎么治禽流感药也能治猪流感，这是对吗？我再问一件事儿，医学常识上讲过，由病毒引起的感冒。有药治吗？没有说像肺炎那样用青霉素明明白白的可以杀死肺炎的这个杆菌，然后肺炎就能够治了。这个病毒病是无药可治的，中药声称可治，是因为它去调节人的这个本身的那个体内的那个防御能力，这个防御能力，对吧？本身的扶正这个什么这个固本，用这个方式来治病。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西方医学界这个承认的这个事实，基本常识啊。这个病毒为什么用药治呢？你怎么会指定一种药呢？而且说这个药的主要成分是中国的八角茴香，所以曾经有两篇报说用茴香炖猪肉吃，这能治。后来又说不行，人家是把这个茴香的成分不知道什么成分提出来，用了12道手续先把它打开再把它合上，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会去查。后来到了5月份，这句话是从那儿的那个《非洲二》里头摘出来的。这个美国的已故诗人顿尼维可能会这么说：这些荒唐事儿是被搞得越来越荒唐。应该为世界范围的流行病承担监督责任的那些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和疾病控制中心，正在像好莱坞的二流电影导演那样，复制麦克的埃塞俄比亚公主蒙娜那一类的科幻大片。这话说过去半年了，我觉得越看越是那么回事。丹尼尔又说，说能够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猪流感造成的全球性恐慌怎么像一场巨大的群众心理恐怖操纵。我再加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这个政府，中国在无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在计划经济的这个状态下，还真的没发生过群众心理恐惧。我们的政府、人民政府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还有这么一点区别，对这事还是很当心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银行恐慌，加上这个像这次这个猪流感这个恐慌，真的很厉害，大家都拼命的去买药，买这个拉菲或者任何一种治感冒的药。那么，唯一能够从中得利的是那药药底下能够生产抗滤过性病毒药品的全球制药巨头。其中最出色的有这么3家，这个如果有咱们有医药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3家，我这个都不知道，我都是从网上去找这些3家是怎么翻译成中文，最后一张没找到，没翻。这个所有的其他人，你爱信不信你得掏钱。据说达菲是30块钱一粒儿，据说，不知道有人知道没有？而且一天好像要吃2到4粒，就光吃这达菲就吃了不行。好了，我们看看事实好不好？报告患病人数，他们的分布、死亡人数和中国死亡病例。我倒过来问，有没有人知道中国死亡病例有几个人？有人知道吗？16例。最新的，昨天还是前天还有的。16例。全中国除了台湾和香港，就7个人被确认为死于这个猪流感。
真的就是这是我昨天看前十六的，应该是可靠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是在政治上是很认真的。这个尤其在包括引起性并发症死亡，不能算作是这个病的死亡，对吧？好了，全球死亡率为多少？有人知道吗？还有不算是我吧？全球死亡病例大概是多少？五千多不到六千。今年才五万，一直六千多。有六千多，这么快？这个患病的病者啊，绝大部分在美国，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美国从五月份、六月份开始，大概从六几号开始，悄悄地执行了一项规定，就是把37.5度以上体温的所有的人，如果不是其他病，一律寄回加州，一个都不差。可是加州病人被人确诊后就回家了，啥事没有，不吃药，你想不吃药可以不吃药。这个细节，这种细节性的东西，我们都看不见。我看过一两个博客，那这个中国的这个治疗甲流，医生护士穿的跟防毒面具一样，把病人给彻底隔离，还给好吃好喝，还免费。那美国的甲流病人回家没事，美国好几十万，说不定看快要百万了。就是感冒季节啊，凡是有发烧的都算，全也就算全算。这个我再问大家一个常识，就是说。一个十亿人口的人群，对吧？一年正常的死亡人口应该是多少？是1%上下，就是老年疾病，对吧？事故都算上，这不是被谋杀的，这算正常死亡，对吧？这一个人群的自然死亡率，正常死亡率是1%左右，现在应该是略低于1%，对不对？60亿人口，半年正常死亡的数字大约是多少？2000万以上。2000万以上，可是我们半年的这个住院死亡病例，算最近这两年加起来是4000，对不对？0.0几，对，0.08%，0.05。这个说与这个，我又跟医学界的朋友们聊过，说其实这感冒可能确实跟过去不太一样，它的这个致病物质可以发现有些问题，可它实际上如果是。常规性的感冒之一略有不同而已，做这么大的文章干什么？全世界现在就只剩下一种病，就这半年里头肺癌死的就得不少于500万，有人理他吗？啊，其他疾病呢？肺炎也死的多多了，肺炎死亡率比这个感冒死亡率高得多。好了，看看这些方不真的理由，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在意这个？因为病毒存在的突变可能，这个并不是完全不对。每一种病毒都存在着突变的可能，这没办法。如果突变会造成百万人死亡，这也是不是完全不对。可是他没说还有达菲呢，因为达菲是被 WHO 指定用药，就这么简单。真的，就我有时候觉得这简单的都不用说了，实在是太简单。看看他，我。遗憾的是，他找了一个中国人的病。好了，到底有什么好？我很认真的追踪过这个 WHO 和禽流感的这个新闻报道。今年9月24号那天新闻，这个 WHO 的官员说，我们很幸运，这场病的性质是温和的，大多数人的症状都很轻，并且康复很快。现在进入北半球流感季节了，是吧？他们就开始考虑疫苗的事儿。我再问你们，我们在座的这个朋友们，有多少人相信打疫苗能够管用？有多少人相信？有的人打算打疫苗，少数还是少数，很少的。这个其实说句用常识来说，就是每一种致病的物质啊，尤其是病毒，流行感冒这种病毒，它是非常快的变异的。每一个流行季节，一个病毒都跟去年可能不一样，对，它在流行的过这个流行季中，比如3个月或者5个月，对吧？它会发生变异，所以呢，在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打疫苗，可是呢，被医生告知，就是你除非打好多种才能管得住你这一个冬天不感冒，因为你打的这种疫苗管不了那个亚型，管不了更低的亚型，对吧？所以你虽然能对于这种流感有免疫力，对其他孩子一概没有。所以你要打好多好多种，
它能保证你在这一个冬天里一点感冒也没有。后来我就放弃了，没干。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生命是演化，生命永远在演化，对吧？越是微小的生命，它可能越可能演化和突变，这都没有问题。人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就在这种环境中这个演变到今天的。所以说，我们这下一个判断，一般的患者康复不需要疫苗，也不需要大飞，不需要任何一种抗病毒的危险药。抗病毒药是挺厉害的，真正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康复过程。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放心，对吧？保持自己吃好睡好，上公共汽车下车回家洗洗手。还有朋友教我就是经常喝点水，因为咽喉部分的这个病毒被冲到胃里以后，六味三一消就没有了，就没有意义了。然后早上洗洗鼻子，没问题。好了，再往下说，这故事讲了一半多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把这个不成为一个严重问题的问题给弄得这么严重？为什么？他们想给你打疫苗，是为了你好。我们刚才有四五位朋友说要打疫苗，我说呢，这是。这个骗局中最让人警觉的一面，下面说法可能让很多人觉得骇人听闻了。这个 WHO 美国，正在大量生产疫苗，对吧？目标是30亿个人，给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打上疫苗。问题这里埋着一个小小的这个把戏，就是六级警报的作用在这是干嘛呢？就是在六级警报之下。没有经过检验全过程的药物和疫苗可以直接投入使用，这是 WHO 的一个规定。在真正的疫病发生的时候，这个规定是对的，因为你可能来不及去做完检验过程，对吧？你检验测试的时间和你使用疫苗这个药物发生的问题，它的成本可能差不多，就是允许这样做的。可是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下一点就是别担忧闹感冒，难担忧打疫苗，荒唐吗？陈景战士脑子里想的就是给难担忧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打疫苗，是战士总战士说的话。可是他们自己的战略顾问团经过比较科学的调查和研究说，甲型流感对南半球没有多大危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这么慈悲，怕南半球的人得流感死了。所以我很遗憾地说，这个他长一张中国人的面孔。我在跟外国朋友交谈的时候，他们说陈总干事是中国人，我说他不是，可是没法说他是香港的。是吧？在香港已经回归了。美国农业部长也长了一个中国面孔。这个，好，看看这个媒体大媒体的这个反应啊。《纽约时报》早在5月10号就从一种调门换成另外一种调门，来，他觉得无所谓。现在又觉得是这个挺要紧的，这个禽流感，说禽流感很要紧了。然后他还说，就是当这个4月到5月之间，就是五级警报在六级警报之间过渡的时候，还有像4月29号深夜，陈冯富珍召集紧急会议，宣布人类受到了威胁。这可是社会组织为数不多的令人激动的时刻。啊，这个数字刚才说过了，九月底的这个确切数字是3917，几天以后到了4000，现在到了5000多，对吧？这个数字呢，增长得挺快的，可是我认为仍然不必恐慌。我们刚刚说过，这1000人的死亡在一个60亿人口的这样人群中，它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实际上突变的可能并没有看到。患病人数都是美国的，这个死亡呢，就是很多的死亡病例是和其他的症状、重症或者是绝症并发以后造成死亡，而且那个。芬德尔发现，这个 WHO 曾经把肺炎死亡人数和流感死亡人放在一起来报道，这是干什么？这是小儿科的这种骗人把戏，这是没有用的，还是这么干的。就这个现在，这个国际组织都能干这事儿，国际的这个技术方面都非常重要的组织。好，再看看
我们新闻报道一部分是三礼拜的以前10月15号的，专家说全球第二波甲流感疫情可能在10周内爆发，这个是欧洲的，欧洲参加的，欧洲的疾病预防中心警告全球第二波甲流预测在预期在10周内爆发。今天18号，3周过去了，是吧？你说甲流爆发了吗？我们的新闻上说，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流感发生感冒的病人70%是甲流，还是80%是甲流？可以，都可以是啊。可是这它都是普通的感冒，我们每个人都会得感冒，对不对？我写了这么一句话是一个无可奈何，他们一定没有合谋，我不是阴谋论者，他们欧洲和美国不合谋，这不是阴谋，仅仅是心照不宣。他们这个我们的刚才说的那个制药公司有在欧洲的大公司，那个洛奇是欧洲公司。最近这一两年来，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大腕左右美大腕还有这个国际机构，这个传闻很多，他们把事儿说错了，说歪了，说错了。过了很久以后，才得到一个钱，哎呀，我们整错了。然后呢，还该干嘛也干嘛。然后就是打疫苗这件事了。这个陈冯夫人声称，战胜一场全球流行病最大的挑战是保证为全球最贫穷国家提供足够的疫苗。这个在医学常识上是错误的。刚刚我已经讲过了，这种病不需要疫苗，不需要疫苗就应该用常规的方式来这个对付它。为什么要给南半球的人注射疫苗？啊，我觉得这里头不能没有阴谋，不可能没有阴谋。然后买疫苗给他钱，虽然中国到现在为止给中小学生还是免费打，可是疫苗要生产、要运输、要注射都有费用，费用谁说了？咱们中国政府说了。那么给南半球国家打疫苗，他们国家就本来这个国家就穷得要命，对吧？他给你出钱没有？谁给你找钱呢？有人给你找？有这么几位，第一位，比尔盖茨，想不到吧？就是因为他说跟我是同龄人，好像是。然后呢，他是自己一个人在技术上发展起来，然后变成全球首富，对吧？这个聪明到了无人可以这个跟他对抗这么一个程度。他曾经为一个机构捐了10亿美元。他和巴菲特两个还比着干，啊，你捐我捐，谁捐的多？巴菲特还把一些钱放在他那说，我给你来捐，是吧？这个全球防疫联盟，过去我没听说过，我是从NDR的这个博客里看到的。这个他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很有权力、很有发言权的一个机构。那么跟盖茨同伙的是谁呢？有一个是巴菲特，是人都知道，不用讲。还有一个制药公司，刚才上面讲了，叫格兰素史克，它是研究猪流感疫苗的独立公司。然后我们提到了一件事儿，这跟吃的东西有关系。这些人、这些机构，一左手在生产疫苗，右手在干嘛呢？他们在挪威的这个北极地带附近盖了一个建筑，这名叫拯救人类的种子地下保险库。他把世界上各种各样农作物的种子都收集到那儿去，全世界各种七大洲他们都收集，只要他手够得着他全要，然后他们再想办法去就是负重，就是要这种的，不重几年就没有发芽能力，他就经常不断负重。其中还包括新生达，新生达是恩德尔这个全力攻击的机构之一，它是一个那个转基因的技术的这个前沿的机构，还有转基因种子，他们要干嘛呢？他们要是领导人，对吧？这是一个太好的想法，因为仅仅是为了赚钱，那也不算太坏，那赚就赚吧。有这么简单吗？这事还要严重。Bill Gates， 他伙同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叫摩尔斯，建立过一个俱乐部，是亿万富豪的，就几个人，很少，10个都不到，他们自称为好人俱乐部，啊，我们熟悉的人。刚才讲过了几个，现在加上几个，一个是戴维·洛克菲勒，有人知道他吗？有没有人看着他照片能把他认出来？戴维·洛克菲勒，还好，年轻人还是比较前沿。乔治·索罗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瓦伦·巴菲特说过了，还有特纳，我们见到照片能认出来吗？可能不行，就是他们这些人，
就是他们平时在为全国买疫苗在筹钱啊，当然他们自己可能也会出一些，比如研发公司出钱。就这二位，左边的是 David Rockefeller， 右边这位就是 Tina。看看两个大腕儿，说白了啊，这个我又长话短说，说白了就是这些机构，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人口委员会，还有刚才的这个华人俱乐部，他们有一个长远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他们希望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人口只有20亿或者更少，20亿或者更少。现实人口太多了，是吧？他们的说法呢，有很多种，一个是这个资源环境达到极限，这个并不是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存在。我自己到过的一些小山村，他们的土地和水的资源，已经达到了极限，人口再增加呢是受不了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可是他们看的不是这个问题，他们是明目张胆的说过。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消耗了对我们有用的资源，就是70年来说，基辛格说的。好了，我们现在知道，比尔盖茨、巴菲特、洛克菲勒，什么这个他们特纳，全都是这个世界顶级精英，这个减少人口项目的这个主要推动人。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话是怎么想，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寝食难安。他们认为我们的存在是多余的。我没有说谁，我也不是恐怖阴谋论者，我不是，这是事实。这些项目以慈善人员在非洲出现，表面上是为当地贫困人口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事实上却是在扼杀人口。他们用疫苗和药物为育龄妇女绝育。是在他们完全不知情的时候做的，你们不相信吧？这个在英文媒体中有过报道，就是这样的一些机构被抓住了现行，摁住手。他们在给一些非常贫穷的地区、人口很稀少的地区的这个人民，什么打疫苗啊，什么提供医疗服务的时候，他们注射到妇女的体内的疫苗中，就有那种有效成分，使她绝育，终身一生不能生育。而且这些妇女不知道，当地的政府也不知道，这些机构、这些人是被抓住过现行的，他们就道个歉就完了，因为那些国家的主权不足以对抗这种杀灭自己人口的这种行径。特别惨了，我看到这个，我就真觉得这个恐怖的。然后再说这个 Gates 基金会，我们老觉得 Gates 是一个很好的。就像我们觉得辛格是一个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一样，其实都不一定。所以他现在就在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借口下，支持向非洲大陆输入转基因种子的勾当。转基因种子是问题很大的东西。非洲这个如果没有转基因，如果没有被转基因种子这个侵略过，可能他有希望。在100年、200年以后，慢慢的复兴。如果转基因种子再到他们那儿去，大概跟这个大陆的复兴大概有更难想象。所以这就是那些好人俱乐部干的事儿。我了解到这情况以后，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难以形容，沉重。好了，我们其实这故事很简单，也很快就能讲完。这谜底。我放了两个谜，这大谜局、大骗局，第一是为了赚钱，是吧？这个疫苗是他们的垄断生产，好在我们中国有生产疫苗的能力。我相信我们国家提供给我们自己国家人民的疫苗是我们生产的，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证明它。可是全世界，包括美国人民自己，都得打那个这个什么，他们几个生产的疫苗。你们有没有人知道？10月23号，奥巴马宣布这个美国进入了甲流的紧急状态，你们知道这件事吗？有几个人知道？想知道一下。今年10月23号，这个紧急状态的这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尤其家有孩子的家庭，都是排长队，排几公里的长队去给孩子注射疫苗。
关于朋友的业务上都行，这关于六级警报怎么也撑不住，他这个紧急状态不知道还要到什么程度去撑这个紧急状态，其实没有紧急。而第二个谜底就是什么？就是控制谜。我个人从芬达尔的这个书里头，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作为全球帝国的美国，从石油、粮食、金融这几个方面要控制全世界，现在可是要用疫苗控制人了，控制人口。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地缘政治，我们这个动脑思考问题的人，要理解这个我们自己的将来的这些人，尤其是年轻人，需要知道一些地缘政治，这是个历史，也是个事实。地缘政治其实很简单，就是控制你，用什么办法，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控制你。一个国家想控制世界，永远是很困难的。当年英帝国，也是扩张太远，导致了自己的这个衰落。今天的美帝国同样也是，他把这个局做太大了。但是砸了自己的脚，把这个局给打破了。可是他不会放弃，他在三个控制之外，现在还有一个控制，用疾病来控制。美国坚定无疑的人已经让人毁太多了，没有用。大家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些说法。几年前，就是 CNN 的老板，CNN 的老总叫泰德·特纳，在接受一家美国的宗教杂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些话。他有一个22.5亿人口世界图景，这个话说的也很争议。那么他在这次采访中为自己的这个观点做过辩护。我把恩德尔这个博客翻译完了送出去以后，我又看了一眼，发现我看错了，错在哪儿？数字全部点弄错了。特纳想的这个世界上只需要2.25亿人口，不是22亿。我们中国自己，我们受到的影响，我有点遗憾，就是我们好像为了一些什么样的考虑，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的这个甲流的这个玩得太近了。其实中国的中医药是对付这种流行病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我可以向大家说，非常简单，金银花、菊花、麦冬、甘草，我觉得泡水喝，经常喝，对于流感季节永远是有用的。它可以加强你的咽喉的这个皮肤黏膜的这个抗病能力。我们10月14号新闻说，中央政府财政安排了50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甲型流感防控，还要求各地财政也拨出专款，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这倒不一定是坏事，问题是就是在做这件事的同时，有些别的项目是会受影响的，而且这个项目本来不值得怎么做。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小的博客上有一个小小的信息，让我看得心里非常痛苦。这个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已经在城市工作的人回家，看到家乡很痛苦，说家乡农村正在死去。这是他博客上两小段话，他说我问起学费的问题时，不仅说现在小学学杂费是不用交了，可是你姐姐这两个孩子今天学校统一打流感疫苗，这是今年10月份写的博客文章。每人收了100元，跟以前学杂费也差不多了。然后他妈妈又补充了一句，说这还是国家负担的50%，给每个学生交了100，要不然就一个学生200块，就面临一个挨饿。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上行下效的这种搂钱的这种人性中的这个最坏的那个东西，会趁机的这个出来表现一下。好了，我们可以快要说完了。就是如果我们需要应对的仅仅是温和的疾病，绝大多数患者5天症状就会自行消失，甚至无需治疗。最坏的情形下，死亡率非常低。如果我们不是过度慌，也不能避免掉免得排队注射疫苗就是麻烦。要知道，注射到我们体内的疫苗并未经过检验，其中还含有各种气化与微粒子样产生的，都会伤害神经，甚至危及死亡。好了，我现在看到这些消息，因为呢，学会辨真伪，消息肯定是撒谎。他说美国说。
甲型流感病例，不管流感病例是抗药病例也明明白白由男女一起的吃男女药物和如安神毒药结合感情，就是这是基本认识被证明的病毒导致荷兰的表现，可是被抗药性的这个新闻，这种巨大新闻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加州旧金山的一个十六岁少女，上月抵达中国香港后被诊断感染了甲流，很多读者读到这儿就停了，哦，这是香港，在中国，对吧？你再看最后一段说，该少女还是在美国感染了甲流以后，于六月十一号抵达香港，然后她又回到美国，就玩这种游戏，让这个很多读者心中留下一个印象，哎呀，中国你看他又出这个抗药。所幸的是，他病情不重，目前已经康复了。玩的什么玩意儿？好了，这个也是同样啊，什么？这是什么？就是有两个这个丹麦和日本各有一人，他们想预防就去吃大便了，有钱大概是吧？吃完大便以后呢，又接受甲流，然后再吃大便觉得不管用，所以就是对甲流，所以说是对甲流有抗药性。我觉得这种骗术已经很拙劣了，可是我同时也相信很多读者会相信这个。所以呢，我想强调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历史和事实比最好的理论就拒绝者成长的方向，有的时候呢就批判者成长的真相。特别是呢，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权利是不在的，在国界以内我们去伤害过的人，我们目前可能也得去争，要不争的话也会受到威胁。没有知识，没有准备，我们可能会发现生存非常困难。好了，我们这个讲讲个人的事儿，大话一聊，很简单，来吧。我建议诸位不要来。真的，这个起居正常，这个睡眠充足，每天多喝点水，下了工就一洗手。真的得感冒，我家里多睡两觉，这个吃点我们的那个板蓝根之类的药就切了，真的五天到七天就好，不用害怕。这个下面这个大家都看到啊，这个地缘政治游戏是很主要的，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它是所有的重大事件的背后的那条主线索。我们脑子里如果有世界体系，有政治，有地缘政治的线索，是很容易看透这些骗局的。然后呢，对于这些精英大腕啊，我们要当点心，要有时候要注意看看他们在玩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说什么。这些东西虽然他们在美国说，在纽约说，在日内瓦说，可能跟咱们都有点关系。然后呢，就是脑子里带着这个地缘政治的视角，带着世界体系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知识。你去看信息，看这个每日新闻，你就会心里有点谱，就不难懂。这里很简单，这个良知和常识非常重要。今天这个感冒就变成一个大事，和我们的生存权利绑在一块儿了。最后一个小小的补充啊，是我昨晚上这个补充的。但这儿反复强调，有些机构表面上是非军事的，像美国的这个疾病报告中心，它可是归在大楼管的，想不到吧？它归的是国防部管的。美国卖粮食、出口粮食这件事也是归我们国防部管，农业部只起次要作用。还有呢，我为什么会提下面这个书呢？拉丁美洲被切开血管，这个我们这儿就有，是70年代被写出来的，90年代就翻译成中文，可是没人给出版，因为我们自己不关心世界事务，而且觉得。拉丁美洲距离我们很远，看这个书也是觉得情实难，有一个细节让我痛苦得很。他说在像这个墨西哥、那个厄瓜多尔、危地马拉这样的这些国家被殖民化，这个侵害很深的国家，在校中学生50%以上
体重不敢用。这小学生已经应该已经是上不起学这一类的家庭，50%的学生，50%的孩子体重不敢用。那么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将来的希望在哪里？